等到了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嗯，好，要睡觉的宝宝们先睡吧，明天还要那个上班上学呢。谢谢不好吃的白糯米送出的3个玫瑰花。谢谢清行送的余秋天的奶茶，谢谢不是鱼心送的告白气球。今天这个头还行吧，谢谢椒盐炒饭送的巧克力，谢谢池雨季送的，看不见什么爱的花海，好甜，yes。谢谢，看不见名字，Leo 送给我的爱的花海。今天这个头，其实一开始我说是盘一个丸子头的，然后姐姐她就是盘着盘着盘成一个这样头发，谢谢姐姐。然后还给我找了这个羽毛，我说羽毛放上去的时候要不要夹一下？姐姐说不用，就是你跳着跳着它掉下来了，多漂亮呀！结果真的掉了，就本来这一圈都是有羽毛的，跳完就是这样都支棱着。谢谢，你看还可以这样拔下来。然后我说，我跟姐姐说，我说姐姐，这个天使也有脱发烦恼吗？就是飞着飞着翅膀上毛掉了，把它别上去。对了，就是你们问的那个分队的事情，跟你们讲，就是叶总是怎么跟我讲的。首先，我一进去，哎，怎么退不回去了？完蛋了！天使的这个脱发拯救不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插上了。就是首先，叶总他是进去之后，他，sorry，摔到你们了。晚上好。我把它放的平稳一点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就是首先，我先进门之后，叶总说："你不想去 S 是吧？"因为我之前知道要分队的时候，我跟叶总说，我说因为我脊柱侧弯嘛，我有点脊柱侧弯，所以我说如果 S 去 S 的话，这个训练量太大，我可能会身体有点那个，就是难以接受。所以我不是说不想去 S。眼神不好，外面看到里面也找了好半天，那可能是今天我的造型就是跟以前太不一样了，以前都是披发。然后，我说解释了一下，我说不是不喜欢 S，我也很喜欢 S，感觉很热血。然后，但是我身体可能不太能接受那么高强度的舞蹈练习，并且他们的舞蹈太难了，我觉得我的舞蹈在 S 队里面会有点太差。然后叶总说："那其他三个队你是什么想法呢？"我的口红掉了，看，补一下口红。好了。叶总说：“那其他你对其他三个队伍是什么想法呢？”我说：“首先 H 的话，我也很喜欢。嗯，是的，H 的话我也很喜欢，但是他们的风格会不会就是跟我有点不太搭？而且他们的舞蹈也挺难的。然后 N 和 X 的话，我都很喜欢，因为感觉风格各有各的好嘛。N 是。”因为我是因为小鞠前辈才认识的何的，我也跟叶总这么讲的。我说我是因为小鞠前辈才认识的何，所以我第一想去 N 队。然后叉的话，我也很喜欢他们那种青春洋溢的感觉，所以我也很喜欢叉队。但是我说，但是我知道那个我没什么话语权，所以还是以公司安排为准。我这么说完，感觉。
N 和叉都没什么位置，确实，叉的话，刘晓涵前辈不是还没站位吗？对吧？N 的话好像也确实没位置。进 S 他火柴梗，别吓人了，我是咋跳一个火柴梗呀？H 2缺人，H 2确实缺人，但是也不缺太多。N 是以 MC 为主是吗？我觉得确实啊，他们的 MC 还讲挺好的。他更偏向于可爱一点儿，嗯，对，就是跟那种就是小青春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小孩儿、小女孩儿的那种，我也很喜欢。S 缺的最多，我也听说了，因为叶总跟我们跟其他人讲，他没跟我讲，叶总跟其他人讲，他说你去 S，你去了马上就会有站位，你说不定马上就可以跳上了，跟心雨说的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反正就是。跟其他不止星宇，跟其他的那个所有基本上人都说了，除了没跟我讲，已经有 idol FT 的去代一了。我看到了，是那个高志贤前辈吗？我还不太认识他，但是我听说了这件事了。反正是这样，然后。我们后面不是坐在一起围坐揣度这个男人的心思吗？他们都说，叶总跟他们讲了各个队伍的好处和坏处，然后问他们怎么样，意愿什么的。但是叶总问完我的意见之后，一句话都没讲。他接下来的第一就是他也没给我分析优势，也没给我分析劣势。跟我讲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就是出道人气低不代表什么，以后人气也低，这是一场长跑。反正就是说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来勉励我。其实我就是我心里已经有坚持的这个想法，他好像很怕我坚持不下去，马上就走。但是我其实没有那么想过来，我知道还是要等，就是说新人一出道，怎么可能马上就那么有人气，是吧？大家都还是慢慢经营才有粉丝的。对，S 16人曲变8人小分队了，有这么缺？但是他们还是两个人分一个站位，就是我不知道他们讲了没有，但是就先不说别人了吧，万一他们要保留这个，谢谢 KK 是我阿送的荧光海，Great stage today，谢谢，Thank you。新人还是要熬出来，对，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了，就是我会在这里，待多久，然后，就是看着粉丝慢慢的从没有，可能我经营，然后慢慢的到比以前多，然后我也慢慢的进步，这样，对呀，以后的话你就会是老粉了。就是我其实有这个心理准备，我出道前已经想过，我说怎么样这样。稳扎稳打，命差也是流量入口。对呀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有命差给我们跳，其实已经算是很好的事了。不然上别的队伍，我们这么多人，哪有这个呀？哪有位置给我们跳呀？可能对我去哪个队心里已经有数了，所以就没和我说。但是他也一点儿都没透露给我。他跟别人，就是跟别的小偶像什么。坏嘴，跟别的我的同期生讲的，就是有很多明示了。但是我和鲤鱼，我们两个人，他的没提，就是我们两个人，可能我们后面猜测啊，可能会不会是公司也没决定我们两个哪个人去哪个队，所以，就是想看看我们自己怎么讲。反正我跟鲤鱼现在老焦急了，因为。除了我们两个，大家基本上都已经知道自己去哪个队伍了。就是叶总虽然没有明说，就虽然没有直接告诉大家去哪个队伍，但是在那个言语中已经有暗示了。只有我跟鲤鱼两个人一点暗示都没给。然后我们问他，我们说到底什么时候才有结果呀？叶总说很快，
易总说什么这个星期告诉你们，下个星期你们就可以上公演了，就是有站位。我俩确实有点像，咱也不知道哪儿像，反正可能就是某种意义上，还有人把我跟新宇认错了，你们知道多离谱吗？我们回来的车上，新宇在刷 B 站嘛，然后有一个和的那个推到他首页，上面写的什么一二三木头人许佳佳奖什么什么什么，可是咱们上的是这个 MC 三抢镜头，根本没上 MC 四一二三木头人，我怎么在上面进行一个发言？然后他说那是他讲的话，确实好像有人把我们两个认错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。就从头到尾，好像除了我们两个都是 i 人，然后都是女大学生之外，没有什么像的吧？真的吗？真有点像吗？那天茶话会讨论的结果，对，我们已经复盘了，我们已经给大家发金水，好，真的像狼人杀，已经推出谁是谁了，只有我跟李鱼两个人身份未明。多一个切片，但是这里面没有我呀！就搜许佳佳出来一个切片，大就是万一我的粉丝想看一下，对吧？然后兴致冲冲的进去搜，发现看了一整场没有许佳佳，就是 希望在 H 或者 N 可以去看公演，应该是在 H 或者 N 了吧？我觉得是啊，但是不敢确定，因为可以说的是这次 X 一个人都没有，就是公司没有规划任何一个人去 X，因为 X 的位置不够。性格不太像，感觉他更活泼一点。我更活泼，真的是我更活泼呀。他好像比我更矮，就是我在。当偶像的时候，会那个，会变成暂时的艺人。叉或 X 票好切，H 队票难切，N 也难切，确实。但是咱们就是说服从公司规定吧，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那个。对呀，差一个都没有。是的，我知道。我以前当粉丝的时候，切票票价98块，切票找了一个160块的代切，有点就是有无语到，但是没办法呀，你该看该给还是得给，该就是切还是得切，人家都上科技，你手切怎么切得过？而且人家是科技和科技之间的比拼，我老生气了，那次我找了这个160块代切，切出来，我在取票机上一取，十排，什么25号还是什么，就是最后一排的最角落位置，这是咱们也是没办法了。而且我跟我同学，我跟我的那个朋友连票，23，可能反正是我们两个连票，两个人连在十排的最角落位置。我现在不用切票了，就是我分队之后就可以坐在下面超 V 上看看他们排练。超 V 的椅子确实还蛮舒服的，我前几天才刚坐第一次。十排中间还能看，确实呀，但是我在十排最后面，连票基本就是最后排的边边角角，为啥呀？四八也不想想，两个人连票的话，说明。就是来看这个的心很迫切呢。我同学也找了160块代切，我也是160块代切，我们两个连票就是连在了最边角，真是无语如。十排24，上次看 H 同学，咱们这个同病相怜。不过那次去不是前面应该是放 Overture 嘛，就什么 SNH48 那个不是开场吗？然后我们那次去放了一个什么宣传片，就是开的头号新闻，然后预告的是终极任务的宣传片，也算是来着了，就是看了一场稍微特殊一点的公演。
看公演的时候，头号新闻，那个还怪好嘞，就是那个激光，它从舞台上射到那个山顶上，很有参与感。线下找人换，这个怎么换得了？不过我去看巡演那一次，确实有人换了，我也买的普票，然后又坐在山顶边边。结果就是有朋友为了跟他的朋友联票，就把我换到前三排，就是往前换了三排，换到前三排有点太吓人了，就是把我往前换了三排。那我也从善如流，我说好的好的，虽然已经坐下了，就是因为又在最边的角落，从那个走道走进去，需要路过无数个人的膝盖，跟无数个人在那里尴尬的，这样就是啊，借过一下借过一下，但是能去前三排也挺好的。我就换去了前三排，但是还是太远了，普票太远了，看啥也看不见。今天你找人换了位置这么好？对啊，边边出去上厕所也方便呀，在最里面，在最里面，每出来一次都要跟大家尴尬的对视。你想，哎，你们想，如果像那种电影票的座位一样。你要出去，你要么就是跟别人面对面，这样子横着走出去，那就是要四目相对，并且你们的膝盖会摩擦在一起；要么你就是转过身来，用屁股对着他的头。我觉得怎么样都不合理啊！在台上和人对视不尴尬，我第一次首演的时候跟别人对视的时候有点紧张，但是后面我就不害怕了，除非那个粉丝比我还冷静，就是他比我还社牛。我今天就是跳后面的那个什么来着，穿过水晶的光芒的时候，不是开头嘛，我放了一个大炮，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，就是摄影有没有拍到。就是因为我跟粉丝对视了，然后粉丝他坚定的眼神看，就是直视着我，我一下子被他看的脑子空白。我一下子被他看着脑子空白了，就忘记做动作了。所以说，然后我还听见他跟旁边的人说：“谢谢寿喜锅杀手送的告白气球。”我觉得今年的这个520礼物还蛮漂亮的。我忘动作了之后很尴尬嘛，我就有点慌张。我还听见他跟他的朋友说：“他说什么被我们看到忘动作了。”他发现是因为我们两个对视，他才忘动作，我才忘动作。谢谢 LJJ，才不是越办越远送的荧光海，是那个。是穿过水晶的光芒，开头就是有一个这样转过来之后，有个这样，然后这样抖肩，然后这样的动作。我少做了一个抖肩，然后就卡住了。不过再接再厉吧。对对，你还是怕对视，我看出来了。每次你跟我对视的时候，每次就是我看你的时候，你就是稍微看我一眼，然后微笑一下，然后移开你的目光。我刚才一口气喝了这么多水呢，喝了200毫升，厉害不？一直盯着我。我跟你眼神交流上了吗？应该交流上了吧？你在站吗？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情，那我就是对视上了，那我们就是对视了很多次呢。我记得，我就在想，有些粉丝就是他没有跟我讲过，是因为我来看公演，好，争取好吗？我觉得你已经进步了，你已经比上次进步。上次你是一点儿也不看我呀，真的是。虽然发翻牌说了是，就是说我在那边怎么样？但是你是真一眼也不看我，每次就是这样。但今天进步很多，今天就是跟我对视了，下次进步再进步。好想去现场看，有机会来吧。确实外地的话就来一次很麻烦。
24号为了看我而来，好，我努力，但是就是越多人对我期待，我越害怕呀。喊扣的时候尬到了，不尬不尬，挺好的，谢谢你。对，外地真的，我那次去看，我就是我那时候在杭州嘛，我来看也是住旅馆，然后我也是五一来的，装作看风景，装作无事发生。哦，对了，我要讲那个事情来着，就是因为有些粉丝是发翻牌，或者说我比较眼熟的粉丝，我知道是我的粉丝，我就会看看嘛。但是也有不是我的粉丝，是比较路人粉丝，他跟我对视之后会一直看着我，就是很顺牛，挺好的，就是跟我眼神互动，那我也会就是看着他。但是我想说，就是如果在一个左边或者右边跳一直跳的话，如果一直只看一个粉丝，就是对其他粉丝会有点不礼貌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我们两个在双目相对的时候，我不看你了，我一去看别的粉丝，别的粉丝也没在看我，那又会有点感觉对不起这个粉丝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看摄像头就很公平，你很会说话，看摄像头就是，既然我不患寡而患不均嘛，对吧？既然我不看你也不看你，我就看摄像头，这样谁都不能说。喊 say no， 谢谢，保护嗓子。要周三翘班，应该不用吧？晚场公演也要翘班吗？你要加班到这么晚？多看看镜头还有 VR。好的，哦，我都忘了 VR 这事了。我第一场公演还看了一眼 VR， 后面几场把 VR 忘光光了。下一场继续，下一场加油。记住要看 VR 这个事，平等的不看任何一个粉丝 ，yes， 只要我不看任何一个粉丝，就没有粉丝说我不看他。在座上喊扣确实会有点点尬，就是因为有点远，在站票喊扣就是比较那个，拉票可以看看 VR， 好的，拉票，哎呀，说起这个拉票，咱们是。下班后从南京赶来，辛苦了辛苦了，从南京赶来，没有，我很紧张，我求求那个商家，我说，青青，我真的有用，能不能够加急发货？他说好的，亲，我帮你跟仓库催一下。我说谢谢，然后我又想到，因为有些客服不是那种他说帮你催一下，其实只是缓兵之计，他就是根本没催，我就说。青青真的要帮我催一下，我真的有用呀，很着急的。他就说好的，这边保证跟帮您向那个什么仓库加急，但是到现在还没给我发，就是里面的内搭，虽然说我买了挺多条的，我还在怕就是搭出来土，就是我的时尚嗅觉，咱们说实话是有点拉，不太潮，我是看到潮人我退避三舍，我就是浑身汗毛直立，我战战兢兢。我会参考他们意见的，到时候我东西都到了之后我会穿上，然后找前辈问一下，因为新宇说实话跟我一样都不是什么潮人，我们两个在打扮在变美这个事上还需要更多努力。然后我会去找就是比较潮的同事帮忙挑选的，争取不土好吧，咱们就是不，就算不潮也不要土。我买了很多，我怕呀，我怕土，多去新天地逛逛。新天地是商场吗？我好像听过，线下几次都挺好看的，谢谢，努力在进步了。新天地衣服贵吗？咱们是为了买这个衣服已经把工资全部花完。新天地潮的风湿，说起这个事情，我第一次来上海就是面试的时候，因为面试完了不是有杭州的湖滨感受到了，
催客服没用，还没发货呢，还没发货，我只能催客服赶紧给我发。前酒吧挺多的，晚上好。就是我第一次来上海，他是，就是面试完了之后，距离我的高铁还有一段时间。哦，不是不是，第一次是第二次，就是我说来签约那一次，签完约距离我的高铁还有一段时间。我想说，好不容易来上海，咱们就是去打卡，去探一个店吧。我就是导航了一个店嘛，然后我从某一个地铁，我已经忘记是哪个地铁了，到2号线还是哪条线之间，就两个地铁中间要出站，然后再去另外一个站之间要路过一条好像很火的路，我那个时候不知道，我以为它只是一条普通的路，我已经走上那条路了，两边是小洋房、梧桐树、外国人、外国餐馆，摆在街边的喝咖啡桌。餐吧、酒店、游客，可能是，反正就是说，就这些东西，你们想象一下，就是我穿的很朴素，从里面普通话考试，暑假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了啊，那就期待暑假快点到来，我就穿。而且那边因为很挺热的，我散着头发，然后那个头发就被汗粘在脸上，很热。我只能把外套脱了拿在手里，里面是一个 T 恤，下面是一个运动裤，我就从那一群潮人中穿过，并且那旁边还有很多街拍的老大爷，我就从潮人、游客、外国人中穿过，真的把我走的那小小的一段路，真的是给我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煎熬，虽然表面上很淡定的快步离开了那条路，已经得风湿了。就那段路，我在心里尖叫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说啊，怎么办呀？怎么感觉误入什么街拍现场？还有湖滨那次也是，就是我说的，我一个人回安徽上学啦，已经要回去上学了吗？那就祝你好好学习，也不算好好学习吧，祝你在学校里过得开心，咱们心理健康最重要。球球耳环好戴吗？你说那个，梦与星光了还上那个球球耳环吗？那是我今天刚发现的，戴饰品袋里面的，就是它是这边有一个球球，这边其实原来也有一个。谢谢草间丽口送的爱的花海，就。这边你本来也有一个球，但是可能已经掉了，所以这边就只有一根针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球不对称，还潮了一点儿。在上海出门前搭配半天，确实哪哪都是潮人，被老师催的，那就没办法了，那就暑假再见吧。就是我上次说的，我去西湖，就是夜晚去西湖边吃着一个蜜雪冰城的冰淇淋，吹吹晚风的那一天，我是从。那个就是在硬气七那边买的蜜雪冰城嘛，然后我就要穿过那个硬气七一整个区，走到西湖旁边，那有很多街拍的人。然后我本来还美着呢，我拿着那个冰淇淋，我吃着，我还跟我的那个同学发微信，我说我现在一边吃冰淇淋，一边去准备吹西湖的晚风了，美死了，浪漫死了。我刚说完。旁边就说：“小姐姐，看这边，我很怕别人在外面叫我小姐姐，就是会有点点尴尬，你们知道吧？”歪嘴了，怎么歪嘴？对，他说：“小姐姐，看这里，什么？”就是拿着一个镜头说：“小姐姐，看这”我就是赶，我害怕，我赶紧就是埋下头，我冰淇淋也不吃了，我就举着，哒哒哒哒哒，赶紧走。没有呀，我没看他，他应该就没拍我。什么时候拍新公示照？不知道哎，是可能是要等总选吧，要等总选才有新公示照拍了。长沙五一路也很多街拍的，每个地方感觉是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一个这么网红街拍点？我被路人搭讪过吗？有。就是普通的搭讪，等一下滑片公主再现江湖，新耳环公示照，但是那个是剧场的衣服，那要么我下次拍公示照的时候戴一个毛毛耳环，
看吧，看风格搭不搭，好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带一个。要微信这些很普通啦，就是基本上就是的普通经历，咱们就不讲了。咱们讲一个有趣的，我突然想到，很有趣，就是我去给我今年嘛，就是今年我去给我的就给西西，就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的好闺蜜，她叫若曦，马尔泰若曦的若曦，名字也一模一样，就是给西西过生日去，然后就去了。宁波，他在宁波读书。哦，我刚才回忆的时候居然翻白眼了。没事，就是不是翻你们白眼哦，是在回忆。他在宁波，我去宁波给他过生日，然后我们晚上吃了一家饭店，吃完了，他说他想上厕所，我们就导航了一个公共厕所嘛。那个公共厕所呢，是那种有人值班的厕所，就是有一个阿姨，她应该是负责这个厕所的，就坐在里边，我们就过去。梦与星光的海上有一个不对称的话，我说的就是那个呀，我说的就是那个本来两个都有球，然后跳掉了一个，不，就是原来就掉了一个的那个，还有一个不对称的耳环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下次找找吧。它就是分在每个人的饰品袋里边的，所以别人的话可能会比较难弄的。有一个若曦，只不过是杨若曦前辈吧，我知道她唱歌是不是很好呀，而且很漂亮。我之前看过他的舞台，然后我们接着讲那个事情，然后就是我们就进了那个厕所嘛，因为他就是前面是阿姨的房间，阿姨在刷短视频，然后后面是厕所的门，我的朋友就进去了，我就帮他拿着包在门口这样子叉着腰等着，而且那天我穿的也是这种衣服，就是一个吊带，然后外面加一个小披肩，露腰的一个，加上面加一个牛仔裤。谢谢，不是鱼腥送秋天的奶茶。我刚还跟他们说了，我说你看我把我看忘动作，看我就是，你还跟你身边的同伴嘲笑我，都被我听见。下次应该不会。然后我就帮他拿着包在外面玩手机等他。我拽姐，就是因为我在外面一个人的时候就会稍微拽点，就这样子玩，是不是蛮拽的？就看起来有点不好搭理吧。我那天还带了一个那个链子，就是这一条，拿下给你看。带了一个这个链子，就是比较酷的，就看起来也蛮潮人的那种链子。我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都这样的。谢谢小台不会跑送的玫瑰花。然后玩着玩着，有一个男人剃着。也不算寸头吧，就是比较短的头发，叼着一根烟，然后戴着一个大金链子，手里搬着一箱啤酒，穿着一个吊带，就是老头背心。你们就想象一下吧，是怎么样的一个男人？他在后面叫我小姐姐，我这样子玩手机，我说转头一看，我说就是我心里已经在想，我说又要要微信什么的，烦死了。我心里就这样已经在想，也不能怪我。咱们就是有点思维定势了，我就这样子，我说就是一个询问的眼神。他说小姐姐，我说我这样子一个询问的眼神。他说那是男厕所，把你的朋友叫出来。他说那是男厕所，会把你的朋友叫出来。我本来是这样子拽姐，然后我就惊慌失措，我说陈若曦你快出来。他幸好还没就是。进的隔间，你们知道吗？邀请我进行连麦，好，没有了。好吧，Hello，肚子饿不饿？肚子饿不饿？干嘛？你要给我吃的吗？肚子饿不饿？你先说肚子饿不饿？有点有点，要不要去吃海底捞？现在过12点的大学生优惠。现在。对，讲讲。你求求我吧，你求求我，我就勉为其难帮你去好吗？那你能带上大鱼吗？大鱼他明天有两场排练，那没关系，你刚刚好，我刚刚好什么？我刚刚你好，刚刚好跟我去海底捞绝配。我我们们两还个人吃双人约会，不是这样的，还有鲤鱼，鲤你鱼别讲，还有呢，要不找四个人吧？你等着，
你答应了我是吧？现在挂了，马上找下一个受害者。是你连我就是为了就是找我这受害者。咱们是说好了，咱们今天还被很多人夸了身材管理。虽然说我觉得可能是发型的原因，因为我真的没感觉到我瘦了，虽然就是很努力。宝宝，嗯，不由于说我刚在你旁边真的被美到。好，虽然说我知道你是为了找我吃这个海底捞。不，你别说了。我都刚刚都不怎么敢看你，干嘛怕被我美晕？我生怕我脸红了，被粉丝那个看到不好啊。当初到有的东西该藏还是要藏，我真的不敢往左边多看两眼。你在我，你怕我耳边悄悄说话那会，差点人过去了。太会说了，好吧，那我就心甘情愿陪你吃一个海底捞。加。哎，我们哎，你给我一下那个，你先。哎呀，我们两个是不是都只在这边啊？对呀、啊。过来，对。哇，天哪！快截图，大家截到了吗？好漂亮，宝宝！你今天穿这身特好看。好的，你今天也帅。真的心动就不行了。小小奶。怕我被美的吃不下。哈哈哈哈哈。相得可餐是吧？饱了是吧？嗯，一会那你下了给我发个微信。好，我那可能我要播到这个，我们到海底捞播怎么样？你从来没有吃播过吧？我们三个一起吃播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说这一次直播它每满一个小时，它是不算到你的 KPI 里的。我们边走边播。好，我赞同，行吗？好，那你先找到人。我会陪着你，放心，这事就交给姐。好，拜拜。居然找我只是为了吃海底捞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会忍住的，你们监督我行吗？刚刚就想被搭讪，确实。有可音，有你，诱人大学生优惠 ，yes， 小卢前辈说他都被那个 S 队吃到黑海了，去了只是拍黄瓜，忍住是怎么忍住？KPI 是啥 ？KPI 就是你每一个月要播到11次一个小时以上，还是13次？我是才听说，公司跟你们讲，公司就是这样悄悄的把我们的工资扣了，从来没跟我们讲过有这个 KPI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不完成，你的工资就会消失在这个世间。还是前辈跟我们讲的，他说要播什么，要播到多少多少次。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新人有没有，我准备问叶总来着，但是咱们被这个分队的事情扰乱了头脑，所以就没还忘记问他了，下次一定问。可以磕吗？嗯，咱们就是说什么都吃只会让你懂，要去哪个队带一还不知道呢，叶总没跟我讲。Top 不在意，确实他们扣钱也就是洒洒水。上次义务公演应该不会义务报，应该不会义务。就是我求求姐姐了，我说姐姐，我是新人，我第一次播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什么第一次播？我第一次上公演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能不能放我一马？姐姐说，看你表现。他也没说放不放我一马，姐姐心里想，我是来给你们舞剑的，不是放马的。上 KPI 不是疫情期间才设立的吗？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，但是他前辈们都说有，他们都在赶这个 KPI。然后你们知道有些事情，它就是出现了之后，你再想把它取消掉就会比较难。有些规则一旦设立了，有利于设立规则的这方的，即使形式改变了，
想再把它取消掉也很难。LG 对 LG 可以讲，但是老公不可以。凭什么呢？老公他是一个尊称，就是一个无关他是男是女是人是兽是纸片人还是三次元人，老公他只是一个封号。他甚至从我的嘴中说出不带有一丝的婚姻制度下的这个含义，只是代表了一种赞美。喊老婆也是一样的。台下说，台下咱们偷偷说呗，他咋知道呀？嗯，没想到还有人喊我老公。SNH X 喜欢哪个？我都很喜欢，但是 S 和 H 的舞有点跟我风格不搭，所以我喜欢 N 和 X 的舞蹈，就是跳舞的时候。对，我每个都喜欢，扣钱都不知道扣在哪儿。对呀、啊，有一次那个什么，有一次我的钱就是我们那个练习生的时候每个月是2000块钱，然后我那一次只发了1500，我说咋扣了500呀、啊、我去在群里问嘛，我说我咋扣了500块钱，新鱼然后他们说会不会是你们电费，但是新鱼是2000块发诊的，我们俩住一个寝室怎么可能只扣我的电费不扣他的呀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去问叶总说你那一次什么有几个，哦，是军训那一次，是军训的时候我因为那个生理期嘛，我就请了半天的假，第一天太受不了了。他说因为你军训请假一次，我说请假一次扣500块钱这么多，他说你后面还有一次迟到什么什么的，就是军训的时候，那次确实是我迟到了一次，就是没办法被扣了钱。我还挺羡慕就是没来军训的呢，他们有几个人是后面才来的，就是没军训。严谨的解释确实只准台下喊老公。说起这个，因为那个若琪他叫啥来着，若琪他跳舞很帅嘛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在一起练习的时候是谁来着，就总有人喊她老公，她第一次听到别人喊她老公的时候，她露出了那种世界崩塌的表情，她就是从来没想过有人喊她老公的那种表情。但后来因为大家都喊她老公，所以她就接受了这个称谓，她已经习惯大家跳完舞的时候喊她老公了。 N 马上要有新公演了，我们知道，然后叶总跟我们讲的是怎么来着，如果被分到 N 队的话，小偶像为什么要军训，虽然听说过但觉得很荒谬，一些服从性测试吧，是吧？就是我之前做的一个兼职也是这样，他赚的其实还挺多的，是一个类似于当老师的那种，就是教培行业啦，教培，但是是艺术教培，就是素质教培，素质教育教培。然后我去面试，投那个简历，都过了。然后他跟我说，如果要进他们公司，要先抄写，哦，这太敏感了，咱们最近出了那脱口秀的事情，还是别说了。反正抄写某个东西，4个字4个字的那种东西抄写，然后还要抄他们公司的所有规章制度，然后还要发自己朋友圈，还有多少多少个人点赞。我就觉得我真的很讨厌服从性测试，我当时看了我直接就是拜拜了您嘞。但是你们想我对偶像爱的有多深，就是抄写我都懒得搞，但是为了当偶像军训了七天还是14天忘记了，反正军训了很久。羽化会跳吗？羽化还不会哦，直接跟恩学新公演。没有站位，轮到你学吗？王一柳 call your spicy hot pot。 I know 那我们已经4个人了，那我们就 go go go。
真咱们真的有点老年人作息，真没想到这么晚还出吃海底捞。可是我想剩在管理，因为我拉票了，真不想吃，我去陪他们吧，陪一会儿。Click on your in the room. Click, 我刚背过六级词汇。Click, 点击恍然大悟，咔嗒声，什么意思啊？Click on 什么意思啊？叫我吗？In the room. 边走边播，没关系的，偶尔吃一顿应该还好。我今天都吃了中午饭，还吃了晚饭了。我其实平时都不怎么都忍住，你知道吗？一柳在房间点我，点我是什么意思呀？怎么点我呢？去吧，明天运动一下，消耗掉了，熬夜也会掉秤。瘦的人就是好呀，瘦的人熬夜都掉秤，我感觉我熬夜就会长胖。但是没办法，好像来了四八之后，这个作息确实是烂了。快去吧，就是叫我去他房间的意思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大家，咱们只差一会儿会儿了呢，还有点想播播完。我不，可是我真的吃吗？那就吃一顿。没什么好作息，我先把鞋穿上，咱们到时候就马上就可以走，行吗？播完的话要再播15分钟，确实还有点久，那就没光了，我这个打光灯已经有点不亮了，我把打光灯速充一下。大家就是都开始溺爱起我来，我真的，哎，说起这个，上次粉丝推荐给我的另外一个糖我也买了，不吃播了，下次有机会咱们我放纵日的时候我就在外面吃播给你们看好吗？但是我素颜啊，就是会，大家会不会不喜欢看我素颜？我还没有素颜直播过呢，虽然我觉得。我化妆跟素颜差不太大。我买了糖，有没有说过我有点像谢天一？在后台的时候，有个姐姐好像有说过，但是咱们会不会碰瓷到了？跟着我的前辈跑过很多黑暗的地方。就是你们推荐给我的糖，我买了嘛，就是那个薄荷的薄巧的也是。但是我不敢，我都不敢留着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赶紧把它们全分掉了，因为留着我就会自己吃。包括我上次握手会买的这个糖也是，因为拿的人不太多，所以我就一个人。那天我不是说我剪视频的时候没忍住吃了一个吗？然后第二天我又吃了一个，我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了，我就赶紧把剩下的5、6、7、8个全分掉了，然后只剩了一个这个，我就是有点私心，还是想留着吃，因为明天我又要剪视频，给你们预告一下明天的行程。我之前不是粗剪了一个吗？然后明天还要精剪一个，把我的音源替换上去。说起这个，又要说我的电音，每次说到我都要说我的电音，我感觉我电音换到那个 PV 里 ，PV 档次都低了。原来用的是小鞠前辈的那个原版嘛，剪了一个 demo。就是感觉稍微档次高，就是把我的 PV 带着档次都带高了。现在把我这个电音女王一剪进去 ，low 了。啊，多买点耳环戴戴，因为我没有那个耳洞哦。你们看，我没有耳洞，我身上没有就是做过穿刺，就是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耳洞。虽然说穿刺听起来很恐怖了，但是耳洞也是穿刺啊。所以说，我之前没做是因为我是疤痕体质，我怕弄了之后增生了嘛。然后现在当偶像的话，我估计是肯定得打一个。但是，
我还是想等到冬天，因为我怕它夏天化脓了就很危险。对，戴的耳夹，对，我现在只能戴耳夹，我买了一些耳夹，还买了那个耳环耳夹的转换器。控制身材的话，运动完不要立刻吃或者喝饮料，其他时间还好。我不喝饮料，我把饮料戒掉了，现在只喝白水、咖啡，除非别人送了奶茶，我就喝一下下。夏天打的其实还好，这样吗？嗯，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超级超级想打耳洞来着，然后我妈妈说。别打什么的，打了化脓怎么办？我没有按时送奶茶，别送奶茶，我真的忍不住。你们别看我现在什么管理自己管理得很好，谢谢乖乖乐送的秋天的奶茶，这个奶茶可以送，大家请送，这个奶茶可以送，呵呵，喝点虚拟奶茶。你们别看我现在说什么每天中午吃黄瓜，吃什么？谢谢寿喜锅杀手送的秋天的奶茶，嘿嘿，呵呵。每天显得自己谢小台不会保送秋天的奶茶，我好像那个什么去西安的那个抖音直播呀。我刚想就是刚理清我的思绪，就做了一个奶茶。我又要重新想，咱们脑子不太好使。推荐烧仙草奶茶，我也挺爱喝烧仙草的。哦，说到这个，每天以为自己自制力很足的样子，谢谢寿喜锅烧手送的送秋天的奶茶。其实终于说到其实了，其实我自制力真的差的要死，你们根本不懂我的自制力有多差。你们别把我，谢谢寿喜锅杀手送秋天的，看你是不是故意要打断我，就是想看我这个想不出话，甜甜对，讲到哪了？讲，我好像讲到了不根本不知道我的自制力有多差，这个真的会断片，我真的想不到我本来要讲什么了。就是有好吃的放在我面前，我真的会忍不住。我现在已经稍微好点了，谢谢离心罗，这是读罗有吗？送的秋天奶茶，现在已经好一点了。就是今天星宇他不是给我分享了那个小蛋糕吗？猫爪的。我吃了第一个之后，他后来又给我一个，真的是再三忍耐住了，没吃。我说我不吃了，谢谢。你们知道我说出了我不吃了，谢谢这六个字，用尽了我所有的自制力呀、啊。就是你们别把我想太好了，在心里那个先预设我是一个管不住嘴、管不住这个身体的人。我以后还想拍探店给你们看呢，但是我心里会想，我说因为身材管理的原因，然后我如果拍探店给你们看的话，会不会有人说吃完才出来还在微信我？哦，我赶紧有三口两口把它吃完了，我怕你们在等呢。说到哪了？又断片了。哦，我怕会不会有人就是不是你们？我知道你们肯定对我进行一个溺爱。就说没关系，就像刚刚吃海底捞一样，说吃一顿没关系，就是对其他的人会不会说这人都这样子了，还在这拍什么吃饭的探店什么什么的，我就会有点担心。想看我古装，其实我古装挺漂亮的哟，我发一张图片在那个房间里吧，我之前拍过古装的那个写真，嗯。拍过古装的写真，但是我是自己修的照片，因为他给我修的太网红了，就是你们知道吧，就是脸都磨平了，然后下颌骨削的巨尖，那种风格。但是因为那个姐姐人很好，我不好意思，我说你把我全部重新修一遍，我就拿着原图自己修。但是因为我自己是用手机修的，所以就没有像他打的他的光那么好。古装有耳环，你怎么对我戴耳环这个？那么那个，那么有这个执念，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粉丝推荐的那个涂油红黑莓的软糖，吃一个，现在就吃。还怪好吃嘞，就是我喜欢的那种，
节食的话，代谢越来越低，我也想过这个问题。而且，节食的话，你皮质醇会高嘛，脂肪就掉不了。所以我想过，我说我就是我已经在计划要去健身了。本来我想说约的是，你人怪好嘞，给我推荐这么好吃的这个橡皮糖。那个说哪了？哎，今天怎么老断片呀？是不是太晚了？我这个脑子就是有点转不过来。我本来已经就是在那个网上找了顾村，应该又开始了。今天寿喜锅杀手送了秋天奶茶。我本来已经在顾村这边找了那个，就是健身工作室了。他们，我还以为他们发那个叫我了。对，找到顾村应该可以讲了吧？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中心在顾村旁边。之前的时候不是拍过一次樱花的那个深写嘛，在顾村拍的，我还知道呢。我已经找了顾村这周围的那个健身工作室或者健身房，我准备去体验一下，看他们哪个比较适合我嘛。但是不是说马上要搬中心了吗？而且这次是真的好像马上要搬了。谢谢熬夜小能手送的告白气球。谢谢，不是鱼心送的秋天的奶茶。谢谢熬夜小能手送的爱的花海。谢谢，这是几个呀？谢谢熬夜小能手送的高级马卡龙。谢谢熬夜小能手送的叶蝶，我听说过，这是不是？谢谢熬夜小能手送的皇冠，怎么突然送了一套这个东西？谢谢。我之前听他们讲过叶蝶什么什么的，就说到叶蝶什么的，第一次看到别人给我送的叶蝶，谢谢熬夜小能手送的权杖，谢谢熬夜小能手送的大饼，谢谢熬夜小能手送用爱发电，我也有发电了，谢谢，皇冠戴一下，你们是不是跟我同步的呀？戴上了。谢谢，天呐，居然我也有发电了，感恩，谢谢熬夜小能手送的礼物全套，咱们循环播放一下这个爱心，用爱发电，这是不是很像那个呀？就是那个老式电视的那个，就是碰到框框，它会移动的那个。然后，这，谢谢。幸好我没下播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如果我下播了，岂不是看不到这个礼物了吗？对吧？哎呀，讲到哪儿了？这个是真打断，这是真打断了。太就是一下卸了太多礼物。讲到搬中心，讲到就是确实好像是要搬中心了，因为那个顾村已经拆前面了。如果从顾村开始讲，就再又要讲一大段了。不用爱你，正好要睡觉，路过看小美女。谢谢姐姐今天给我做的头，要不是这个头，就是咱们今天还当不成这个小美女呢。你今天在现场吗？在那个公演现场吗？熬夜小能手，是我还不知道你是哪位，在非洲挖煤？真的假的？你是外派的那个什么公司吗？注意安全，在非洲挖煤。注意安全，注意中非友谊。接着讲，因为我们房间的网坏了，到现在还是坏的。就是我跟新宇住的是220，我们的网坏掉了之后呢，我跟姐姐讲，姐姐说你先连一下旁边的吧。我们谢谢熬夜小的时候，他们用爱发电。
谢谢，熬夜小能手送的，用爱发电。其实我没太有实感，说实话，因为我听到我知道用爱发电是最贵的那个嘛，然后今天说两个。我以前就是只在 Cut 里见过呢，感恩，真假的，反正就是姐姐叫我们连一下鲤鱼他们，鲤鱼和若琪坐住我隔壁，2000一个，这么贵，我知道它最贵，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么贵，住在我隔壁，然后我就连了他们的 WiFi。就是可能是连的设备太多了，我连了俩手机，连了一个 iPad，还想连电脑，结果电脑就连不上了。我跟姐姐说，我说姐姐连隔壁也连不上了，这可咋整呢？可能会不会是设备太多了？然后姐姐就说，让那个哥哥来给我修一下。哥哥一来，他说你连他们，谢谢熬夜小能手送的用爱发电。变麻了，我能拿800，可能不行，拿不了，拿800，不知道，我没算过，初次见面聊表心意，谢谢，感恩，你的这个聊表心意有点儿，这心意有点大，就是咱们铭刻于心了。把你记上我的粉丝表格，拿不到800，哎，算了，别说这么危险的话题。咱们就是，虽然不知道危不危险，还是先别说这个。接着讲这个网的事，其实在讲锻炼呀，怎么 讲到这儿？然后哥哥上来，哥哥说你连隔壁的呀，我说我连了连不上，是不是设备太多了？然后。哥哥说：“那你连219的呀，因为219它是那个段璇前辈放衣服的房间，就他不住人，然后他的网是一直开着的，网就是跟电是两个路。哦，好的，OK，那我努力把你这个就是留住，行吗？就是虽然说段璇前辈不住隔壁，然后隔壁也没有用电，但是。”它的网是另外一个地方控制的，就是哪个地方连着我们所有寝室的网。然后哥哥说你连219的吧，然后我就连上219。我说那我们的这个网就不修了吗？我刚说完我就反应过来，我说哦，要搬了呀。他说对呀，不是过几天就要搬了吗？还修什么呢？就是由此可见是真的可能要搬了，真的可能要搬了。然后我就想，我说谢谢熬夜小能手送的爱的花海。然后我就说，又有点断。我就说，如果我现在体验了顾村周围的那个健身房，然后选下来了，或者怎么样，或者他推销我办卡，我是扛不住推销的人，我的这个意志力很不坚定呀。他要是推销我，然后人又很好，真把我推销成功了，那我不就？就是从新中心到顾村，就是又很远呀，我就不方便了呀。就是健身房我已经了解了，最方便就是要跟住的地方近，这样你才有每天去的动力。心情不好，咋心情不好？我以为是心情好，看到我才那个，就是给送点鸡腿给我开心一下。心情不好嘛，遇到啥事儿了，咱们都能解决。然后就是啥呢？又断片。平时不这么傻，咱们平时有点挺聪明的，就是容易断片。可能是今天有点太晚了，跳完公演开始找借口了。咱们是，反正就是如果健身房离那个寝室远的话，不是会容易就是懈怠嘛，就是很堕怠，每天都堕怠，就说哎呀太远了，我不想去这样。我已经想到自己是这样了。
所以我想说，那我搬了新中心，心情不好，想让我开心一点，也需要这样你也能开心一点。哦，那我现在很开心，我告诉你，我很开心，可以感染你吗？把我的开心分你一点，可以把我的开心都分给你，因为我是一个虽然说容易伤心，也很容易开心的人。我真的很难过的时候，我刷会儿手机就又开心，就是不容易一直伤心。把我的开心全部送给你，然后我玩一会儿手机，我就又开心了。这样我们两个人就是一起很开心。所以我想说，如果我们换了中心的话，我在那个中心附近找一个健身房，这样的话是不是比较方便呢？就是我的健身计划又延后到搬新中心之后了。本来我想在附近已经开始举铁、减脂、增肌。我看一下他们叫我没有啊？柳柳说怎么在房间什么？是的。别让他们等太久了。啥意思？可可，问一下可可，他们现在人在哪？他们不会已经走了吧？顺其自然吧，白白胖胖都可爱。但是，咱们当偶像的，就是要有这个自觉呀。哦，啊，谢谢熬夜小能手送的用爱发电，谢谢，祝你天天开心，祝你现在能开心一点。合影一手举起三个粉丝，那我太厉害了，那我得就是得练多久的铁呀？一手就是，哎，你们就这样坐在我的这个肩膀上，你们有看过那个合照吗？就是，哎，你们这儿做一个，这儿做一个，我这样把你们举起来，这样，啊，把你们举起来，一张合影搜三很，确实，我觉得三张也不够，真要我把你举起来，咱们万一摔倒了，岂不算工伤？这个公司会赔吗？哎，对，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如果我在合影的时候把粉丝举起来摔倒了、摔骨折了，算工伤吗？那斯巴会赔我钱吗？我们的经纪合同里面有这个工伤的这个认定吗？很难说，好像是没看到过，就是当初签合同的时候没看到过这个关于工伤的认定。咱们又断片，我之前对吧？思路很清晰，要有社保才有工伤，是这样吗？那我们没有社保，我在想，我说我毕业了，到时候可能要在家乡那边交灵活就业的社保。嗯，虽然说那个医保报销程度比较低，目前没看过这么炸裂的合影要求。我好像之前听就是 staff 姐姐跟我们说过，说合影的时候什么会有人让小偶像公主抱他。这是可以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是说过这种事情。公主抱的话也很危险，如果我公主抱你们的话，我这个力气就是可能真的把你们摔地上。没见粉丝处是会扣钱，现在就可以找个公司自己交，但是不是国内已经就是说违约嘛，就不能那个社保代缴，如果发现了是要查了，上次还上热搜了，我看见了。啊，我知道，就是前辈的队列里有，抱不动，说不定我能抱动你，你看起来并不重。对，代缴违法，现在代缴违法了，以前是灰色地带，以前就是说可以找一个公司代缴那个社保嘛，然后可以拿那个职工社保一样的医保报销的额度，还有那个什么之类的，但现在是不行了，现在就是把它从灰色地带变成那个明确违法。而且是罚那个，就是职工和那个，对，是今年刚搬的，就前几个月，就是我进四八之后刚出现的。我之前还想说，因为我舅舅有个小小的那种个人的那个，然后也在工商局搞了一个自己注册了一个嘛，虽然说员工不多，但是也算是一个小公司。
我想说，要不把我的社保挂在他的公司里边缴，但是现在不能代缴，别到时候害了他。下次合影来碰我瓷，不会吧？不会到时候我怎么没有碰到你一根汗毛，你就跟 staff 说，姐姐她把我摔了，让姐姐扣我工资？不会吧？不会真的有这样的人吧？不行啊！你这个粉丝怎么会想着怎么害人呢？怎么害小偶像呢？我又滑屏的呀！哎，你是真在非洲呀？我以为你在开玩笑。现在可以缴灵活就业，办了居住证后去人社局。嗯，我要缴灵活就业的话，应该也是在家乡缴，就是让我妈妈帮我代缴一下，因为。嗯，在上海缴的话，我再要转回家乡就比较怎么说呢？嗯，那个比较麻烦。反正灵活就业，你在哪儿不是就业呀？但是温州人，温州人，对，我是温州人。但是我在想，如果我在上海这边生了一点点小病，虽然呸呸呸，但是生了一点点，就是比如说不测的，不测听起来更那个了，不好意思。就是有头疼脑热，对，有个头疼脑热的话，温州富婆好多，确实，但是我不是，我拉低了温州这个。每次别人一听到我温州人，都说：“哎，你温州人很有钱呀。”我拉低了温州的这个有钱水平。上海医保很方便，确实，像新宇他是大学生医保，他也可以那个在这里医保，但是我不行。我是异地医保嘛，我想说，如果交在家里的话，那上海就不行，就不能医保。我上次不是去拔智齿吗？拔这颗智齿也是全款，就是21岁没分期，全款拿下一颗智齿，未来可期。没向往得病，咱们就是说，人总是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对吗？你还说你躺地上，我还想起了那张经典拍的，我刚入河就看到了，就是粉丝躺在地上，脸上盖了个纸，然后小偶像在旁边。哎，我欢迎你们来好吗？如果你们就是有这想法，那个不像 i 人，确实，王一柳邀请我今天买，完了他们叫我去海底捞去了。连不上呀，叫我海底捞是吗？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可以，现在就能出发，现在就能出发。柳柳叫我，我怎么能不出发呢？你啥时候叫我，啥时候出你发。的光线弄得好好哦。真的吗？我刚刚跟尤可莹就是连麦，被他狠狠吊打，他前面打了一个氛围灯，很有氛围。你也打，我们怎么能输呢？马上淘宝下单行吗？拼多多就行。不行，你知不知道拼多多盗用那个用户底层的代码呀？他在你的手机上会把你的信息全部盗用，然后卖给别人。好的，我也换淘宝。虽然拼多多很便宜，确实很便宜，我那我也们，是。嗯，现在出发吧，随时 stand by，为美女 stand by 中。耶，我们待会儿见。好，哎，我们快走之前给我和这个新一个，快点，快，大家帮我截下个柳柳的心，下来一点，下来一点，对对对，截到了吗？截到了吗？你的手什么情况？谢谢，这谢谢搞，哎，因为我开了镜面，所以看起来有点傻，哦，这样这样，谢谢。熬夜小能手送的爱的花海，告白气球说错了。好，那我们就那一会个，儿见。好，你挂了吧，好的。别乱说话。拼多多很好的，好吧？你不会是拼多多的吧？好，拜拜。拜拜拜拜，你拼多多派去非洲的这个人员吧，完了，大水冲了龙王庙。我先把鞋穿好，刚刚就是咱们没穿的鞋穿了一半。那我们就。差不多，对不起，
咱们道歉了，拼多多好。那咱们就下下喽。晚安，早点睡，别不开心哦。大家也是，就不只是那个，大家都要开心，好吗？多吃点，我吃中等，好吗？谢谢熬夜小能手送的高级马卡龙。其实刚刚还想说支持的事，但是柳柳叫我，就是我把这显示全款，就这个意思。幸好他没阻声，谢谢。但是我另外一颗阻声，如果他痛起来，只能拔。我快速讲完，我不讲完，咱们是不爽。就是我本来想，它长出来一点之后，它只是长出来冒白，冒了那个白嘛。我想说，我忍住，我暑假寒假就是你放假的时候，反正回温州用医保拔了。它疼起来，我实在忍不了了。然后我还怕那个时候首演之前，我还怕脸肿，就去牙防所拔了。好，讲完了，拜拜。别让柳柳等我了，拜拜，大家晚安。少吃点糖，好的，我把糖都分给大家吃。我只是来尝尝886886，哇，嗯。